一个大使驻外大使代表国家，伊要离开伊的工作岗位，伊袂用去凊彩走啊，一定要经过伊国会同意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经国务院，经国务会，国务院同意啊，啊是安怎伊会当离开？啊，这是不是有其他的？啊，咱来邀请。我想甲委员报告，这是互相有意啊，这你唔敢，互相有意啊的代志啊。这你嘛想，咱嘛欢迎嘛。重点是讲是不是咱家邀请？啊，伊来有啥物？来有啥物任务？我就来观光，真好啊！一个大赛，伫个工作岗位上，起码人间四月天哦，想在避雷受灾啊！有点违那个违反外交的规则哈，请应该没啦。伊一个大赛，甲一个总统，美国的大美国驻伯琉大赛，甲伯琉总统坐回来，佮坐同一架飞机来，这敢无伫个外交上面敢无讲？你敢袂感觉？因为表示咱足好个啊，唔是咱好唔好啦，我即摆要问，人要爱来啊，咱嘛欢迎来啊，这互相有意义个代志啊。哦，决定足够闪个，安尼嘛闪袂过吼。啊，无我即摆过来问，伊即摆是毋是来试水温？因为即摆吼，安尼拜登政府吼，他有说要延续川普的迄个政策吼，双方的官员赴访咧要取消限制啊，他是不是第一个先来试水温的？外国的这个人员甲咱驻外国的人员嘛是互相有来往啊，这嘛是一个公开的代志啊。互相有来往，所以这也不是头一届的代志啊。无，唔对啊！愈来愈迄个限制，较早限制愈来愈吼。所以就即马开吼，所以我即马是讲是毋是来试水温？因为伊来了，哇！嘿，共济绕台，佮坐到位南台湾，坐到位这个东南海岸来啊！这是不是对咱，这对咱敢有可较好吗？我想伊是来试咱台湾的天气，是不是较好啦？我真正哦。咱真正，因为今晚人间四月天嘛，今晚非常美好。高手不关系高手。其实我觉得陈明通也不必这么嚣张啊。你作为国安局长去被询，然后立法委员基于他这个宪法赋予他的职权去质询你，你好好回答，其实不是因为你个人高兴或不高兴，而是你是对人民负责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必这么嚣张啊。那你在那边胡说八道，什么人间四月天多美好啊？可以啊，那你就把这话去跟苏贞昌说啊，去跟国防部长说啊，去跟所有关心共济绕台，你们民进党最喜欢操作这样子的恐慌啊，最喜欢扩大中国威胁论啊。既然你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，都是人间四月天，气候多美好，就请你去跟苏贞昌说个清楚啊。